哥，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大概七点左右。七点左右。它就叫藏龙对吗？也叫什么？火旁龙是吗？也叫火旁龙。对对，在仙彩街在藏龙。仙彩街在藏龙。对。现在为什么还没什么人呢、啊？那还没，时间还没有，等一下就现在很早嘛，才六点多嘛。我等了很久了。七点多就会很热闹，对吗？人开始多了哈。哇塞，我好期待哦。好像这个大哥，这个藏龙只有苗栗才有哈。全台湾。全台湾才有，苗栗才有。为什么叫藏龙啊？藏龙就是说很比较刺激了。比较刺激，一个习俗了，就是是不是把鞭炮扔在那个龙那边？炸那个龙把鞭炮扔去炸那个龙，越炸越旺了。越炸越旺，看起来那个像腾云驾雾一样的感觉哈。好，过元宵节的气氛。元宵节的气氛，对哈，要元宵了。元宵。了解了，了解。天哪，大哥，你不跟我讲，我还不懂这些。嗨，谢谢大哥跟我讲解耶。大哥是苗栗人哈。好，谢谢大哥。还有发龙反天，还有最后一次，还有在河边公园。河边公园那最刺激了。最刺激，那什么时候？在这个元宵节过后，大概16号左右。16号左右。11号嘛。11。11号、12号、13号、14号左右，大概15号左右。16号左右。在这个外环道那河边公园，河边公园，对，那是最刺激的，最刺激的。好，我一定去。大哥，我记得我在几十年前有一次去晚上去看。最近我晚上比较一天气冷的时候比较。那时候晚上有15万人在观看。15万人啊，这么壮观了。那台北、屏东、台东的就跑上来看了。好。好了，了解，谢谢大哥。哇塞，好漂亮！哇塞，今天晚，哇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浪涛没有鱼，浪涛。我好想开直播，现在给你们看。好，我们喊啦，连心贯之啦。连续冠军。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呢、三连班中喜成就胜，乐不显甜，苍天浅绝。我们今天晚上的阵容啊，其实绝对呢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。那2022苗栗棒龙呢，跟着我们龙盘福聚，兴盛苗栗，象征意义伟伟的降龙，盘旋飞舞。好了。
王玉祥，舞龙的师傅呢是罗宗文师傅。
后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腾云驾雾，啥也看不见了，真的，哦，太激动了。身上好像那个阿诺·施瓦辛格，然后电影的那一幕这样子，非常非常的雄壮威武，很厉害，令人佩服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呢，邀请到了上好龙翼还有连心龙翼，在我们这个2022苗栗暴龙彩街活动火车站的这个活动主舞台，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开场的表演。热情的掌声再次给他们好吗？谢谢。还有可爱的小朋友。已经在这边等候了，等候收场，看到没有？还有消防车在这边护驾，看吧。好了，战龙结束了，然后后面都是些表演的。今天苗栗这个特有的那个战龙活动就介绍到这里哦，有机会的朋友可以明年一定要来参加，真的好壮观哦。拜拜。